在很多人看来，想要拍出具有高级感的广告，必须要有足够的预算。但奈吉利亚拉戈斯 Lagos 年轻摄影师 Olukano Panimowo 却颠覆了所有人的想象。他只用一部手机，再加上日常生活中能够找到的物品，就能拍出不亚于专业团队的效果。只看这些广告作品，还以为是专业团队拍摄制作的。比如这张雀巢美露的海报，看起来很精美，但使用的道具只有一张白纸、水杯和产品本身。Olukano Panimowo 并不是专业的摄影师，他是从今年才开始学摄影的，但他很有创意，再加上超强的拍摄技巧，就拍出了一系列唯美的作品。拍摄这张照片用的道具是四杯饮料、一块玻璃板和几块砖块。他将自己的作品 PO 到推特上，短短一天就有7万多人按赞。这张创意海报是用一个塑胶瓶拍出来的，简直难以想象。